观众们等了一年的《急救医生生活二》在上周终于开播啦！延续第一季平凡温暖的剧情，首集收视率突破10%，刷新了 TVN 史上最高的首播纪录。而剧中演员郑敬浩日前也在 IG 上抛出了和同剧演员金大明私下的合照，他们写下“我的朋友小熊”，整个超级可爱。而且照片所使用的滤镜，正是他从去年第一季开拍时就一直使用的记忆专属滤镜，在当时还因为太常使用，被女友秀英直接回复还这个滤镜，并配上无奈的表情符号，似乎是觉得看得很腻。郑敬浩则回复只是花钱买的，忍着点。果然在滤镜随着第二季一起回归后，又再度迎来秀英的回复啦，关他一句又开始了啊，呵呵呵，让大家再度笑翻。可以预见接下来的几个月都要再次被这个滤镜洗版咯。不过这个假抱怨真放闪的部分，我们也是不介意多上演几次啊。